张队长，队长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乔本他跑了！什么？走！啊！哎，怎么回事？乔本跑了，还打伤了哨兵。啊！绳子是被磨断的。不好了！啊！高寒他不见了，什么？肯定让乔本给劫走了。追！快走，帮我一下啊！来，追也不是办法，老于，你从那边追，老张，哎，你从那边追，好，走，走，何坚，这边，弟兄们，他应该就在这附近，给我仔细的搜。马云飞，你看，这像是从高寒衣服上刮下来的。没错，这就是从高寒衣服上刮下来的。布条挂在这儿，应该是朝着那个方向走的。不对，你自己看，这么软的树枝，能刮得下这么长的布条吗？那就是说，这是乔本故意放在这儿，他想引我们往那边走，而他是往这边走的。追。乔本，
先生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信不信由你。马云飞，高寒不行了，快点决定吧。云飞，不能相信他的话，只有回重庆才能救高寒。云飞，从病理学的角度说，乔本的话很可信。何坚，准备一副担架，马上送高寒去夏家良细菌基地。云飞，不能去，你叫我跟戴老板怎么交代？让戴丽来找我。于主任，那我们怎么办？张队长，你在这里留守，我跟他们去。好，走。哎呀，走快点，走快一点呐！太慢了，太慢了，快一点！走得这么慢，什么时候才能赶到基地啊？我跟你说话了，听见没有？闭嘴，日本疯子！你以为这是走平地呢？我不管什么山地平地，天黑之前赶不到基地，他的生命就有危险。小文，没你说话的份儿，他的事情我说了算。闭嘴，小心我毙了你！哼，毙了我，毙了我，谁救三号马路的？妈的，你信不信我毙了你？来啊！老于，把枪给放下。咱们这么走下去肯定不行，天黑都到不了，得想个别的办法。有什么办法？想办法弄辆车。弄车？上哪弄去？就是从小鬼子手里抢，人数也不够啊。咱们不用抢，管小鬼子借。啊？你就在这等我，照顾好高寒。何坚，咱们走。哎。太君，太君，太君，什么人？太君，哎，我们是良民。良民，良民，良民证呢？哦，这儿呢，有啊，有，哎，太君，给你。哎，太君，我们呀是给皇军送军粮的，我们刚才呀在那条路上碰到游击队了，把军粮给抢了，伤了我们两个人，把粮食全都抢跑了。游击队？对对对，有多少人？有很多人，好多好多，很多很多，我们也没数。那边啊，对，那边，就在那边。哎，何坚，把高寒他们接过来。喂，我们这是33号公路第15号哨卡，我们遭遇了游击队的袭击。对，我们这有两个伤员，你们必须马上派一辆救护车过来。对，救护车。什么？1个小时？不行，半个小时必须赶到。马云飞，你小子鬼点子可真够多的啊！可一会儿到了基地，桥本要是不配合怎么办？我相信他不敢随便跟咱们耍花招。桥本这小子比谁都怕死。前面马上就要到了，叫大家准备好。好嘞。做好准备，马上就到了。别动，告诉你啊，一会儿按刚才说的做，别耍花招。你们是干什么的？车上有两个马路的，他们发病了，急需要到这里来抢救，赶紧让我们进去。你是这里的吗？我怎么没见过你？我是从汉口刚调过来的，原汉口研究所的山木少佐，是来协助桥本教授的。请出示你的证件。哎，什么时候了还要证件啊？马路大要真死了，你负得了这责任吗？请配合我的工作，出示证件。桥本，该你上了。
按刚才说的做。混蛋！知道我是谁吗？桥本教授。知道我是桥本教授，为什么不放行？车上装的3号、4号马路弹是我重要研究对象，必须在短时间内抢救过来，赶紧放行。是，放行。志博，把孩子放在这儿。怎么样，雪晴还在吗？都在。太好了，你快点。放心吧。云飞，高寒，云飞，高寒，哦，感觉好点了吗？嗯，还有点累。那就再睡会儿，啊。嗯。桥本多三，不管怎么说，你这次呢，算做了一件人事儿。你还真别说，桥本这疯子还真有点用，幸亏没宰了他。是啊。马先生，嗯，有件事我想告诉你。什么？我这次回基地救高小姐，你以为就是为她吗？她可是我最重要的实验成果，我怎能让我的实验成果就这么付诸东流呢？你这些话我倒是相信，畜生终归是畜生，永远变不成人。慢点，哎，怎么样？没事，没事就好。哎呀，总算是到了，这一路走的。哎，
老于，嗯，回去你可得跟姓戴的说啊，这一人一千大洋绝对不够，怎么也得翻十倍，一人一万。哎，这次抓获了桥本多三，你们几位都劳苦功高，我一定跟戴老板说，让他好好的奖励你们。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，到时候别见了姓戴的，把功劳全弄到你自己身上了。不会的。哎，高寒妹妹，回去我还得吃你做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的菜。行，回去给你做，到时候你可别嫌难吃啊。难吃我也得忍着，就怕我们马大少爷他太挑食。哎，看什么呢？有点不对。怎么了？这地方太安静了。啊？不对，有埋伏。快，赶快进院，快，快点！快，快点，快，快点，快点！老于，你跟志波守住围墙。好，高寒，保护好二丫。何坚，守住大门。快点！快点，隐蔽。抓活的！哎呀！进去看看。不是，这回咱们不会就交代在这儿了吧？照目前的情况看，这次还真是难说了。
开枪！我是桥本教授，别开枪！中村君，是我，是我。桥本，桥本教授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中村君，谢谢你救了我，辛苦了。教授，中村这次只是奉上面的命令行事，所以你根本就不用谢我。这次因为你本人的一意孤行，使我们的基地蒙受了巨大的损失，这全都是你的过错。五号特工组呢？他们应该都被炸死了吧？哼哼，是吗？我的命令，把这里都给烧了。戴老板见你们迟迟没有消息，非常着急，特派我们特勤小队前来接应。你们来的正是时候，再晚一点我们就都危险了。这地方不能久留，鬼子的增援部队很快就会赶到。请稍事休整，我马上护送你们渡江。好的。运动啊，这次外线的麻烦事情终于算是过去了，多亏了你啊。校长您夸奖了，全是您安排有方啊。老实说，这些天来被记者们逼得寝食难安呐。校长，舆论方面的事情我会再下去下些功夫，一定让他们配合。你说的不错，好在事情都已经过去了。你安排记者采访的时候，五号特工组还是要少提为妙。校长的意思我全明白了，五号特工组毕竟不是我们的人。你记住，五号的人用归用，还是要盯住他们呢。校长说的是。武特这几个人和共党那边走得很近，该利用的时候还是要利用的。所以这一次你可以考虑适当嘉奖他们一下。好，学生马上去安排。对了，校长，桥本带回来的病毒资料我已经派人去拿了，我要马上组织人员研究。
我们要以牙还牙，让日本鬼子也尝尝瘟疫的味道。二丫，是不是饿了？嗯。哎呀，瞧你吃的这小脏样。洗手了没有啊？走，带你洗手去。马先生，您看，这些是我根据你们的要求写出的全部研究资料。搞这个研究，当时害了不少马路大吧？哦，是。这些有关病毒的资料分为两部分。第一份是我多年研究细菌病毒的资料，第二份是病毒感染的处理方法。这么说来，一份是害人的，一份是救人的。好，我这就把它带回去交给戴老板。哎，干什么？老爷，要带的话，带这份。哎呀，我接到的命令是把全部的资料都带回去。老于，这份是害人的，我信不过你们军统，我看呀，还是算了吧。万一要泄露出去的话，哼，你们军统不就害人了吗？哎，别为难我，我是奉命行事。哎，你干什么？马云飞，嗨，你干什么这是？老于，别生气，我呢，我只是干了我该干的。哎，但是老于，我可以把桥本交给你们。1942年5月，日军攻占缅甸，占领了滇缅公路。这也彻底切断了中国通往外界的最后一条陆路交通线，也是中国最后一条物资补给线——滇缅公路。中国的各种物资，尤其是战略物资，极度缺乏。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到最艰苦卓绝的时期。吃水果，何姐，喝茶喝茶。志博，这茶不错啊。不错吧？高寒，你知道哪儿来的吧？哪儿来的？就是上次啊，老于送来的。是吗？还真不错。哎，可别说啊，老于那家伙好长时间没来烦咱们了，也不知这小子忙活什么呢。怎么，你还想他了？坏了，说曹操曹操到，不会这么巧吧？哎，我敢打赌，就是那讨厌的家伙。哎，怎么了？
醒醒，怎么回事？你什么人？醒醒，醒醒！高寒，高寒，快过来看看，他叫你的名字呢。怎么回事啊？他一直叫你的名字呢。叫我名字？师母，枪！啊！哎！把他弄进去！快点，进去！枪！李飞！别追了，回去，走。高寒，高寒，怎么样？他昏过去了。高寒，快给他包扎一下。不行啊，伤得太重，必须马上送医院。走，好，快走吧。慢点，慢点。何健，把衣服拿上。小心啊。坚持住啊，马上就到了。云飞，你快点，他快不行了。已经很快了。高寒，高寒，我是高寒，你怎么知道我的？你到底是谁啊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啊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听不见，你大点声行吗？啊！济南城，济南城，济南城怎么了？济南城，让我把这个交给你。他在哪儿呢？他是不是出事了？啊！你说话呀！小心！快，快上！快，躲了。下车！赶紧走！好嘞，等等我。
你们也太不像话了吧！啊，都给我听着，这不管怎么样，重庆也是陪都，啊，我们几个人坐在家里边喝茶呢，就有人冲进来朝我们开枪，我们开车去医院的路上，就有人劫我们的车，还冲我们的车开枪。而且事发之后多长时间你们才到啊？你这个警察局长还想不想干了？这么晚你们去医院干嘛？有些时候你知道的太多，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儿。不是，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？自己看。哟，你们是军统的人啊？军统，军统给我们提鞋都不配。别跟他废话，走吧。哎，别，几位，你们弄出这么大的事儿，那不能就这么走了呀，我没法跟上面交代。哎。我看你小子还是不相信我们。喂，给我接一下军统的于处长啊。啊？喂，老于，我是马云飞，警察局的局长要跟你说话。哎，于处长，是。对，打得很厉害，死了五六个人吧，啊，还有人受伤，啊，什么，放他们走，卑职明白，是，卑职明白，是，几位可以走了，真的能走了，真的能走了，以后干事儿多用点脑子。是。高寒，我们可以走了。走了。哎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马云飞，回家了。嘿，慢走。再见。慢走，几位，慢走。我已把颜色在脸上，为我做掩藏，漂洋过海。我悄悄上路，消失在迷幻的羊肠。这一片霓虹滴在身上，化作迷彩妆。天亮之前，我屏住呼吸，埋伏在敌人的心脏。亲爱的人啊，请不要悲伤，临别时来不及儿女情长，让那万家灯火的暗香，转告你此行的真相。亲爱的人啊，请不要悲伤，露出笑容为我装胆量，朝着仇恨路过的方向，悄悄地打住
背后一枪。我一把鞭策在脸上，为我做掩藏。漂洋过海，我悄悄上路，消失在迷幻的羊肠。亲爱的人啊，请不要悲伤，临别时来不及儿女情长。像那万家灯火的暗香，转告你死心的真相。亲爱的人啊，请不要悲伤，露出笑容为我装胆量。朝着仇恨路过的方向，悄悄的天快蒙蒙亮。亲爱的人啊，请不要悲伤，临别时来不及儿女情长。像那万家灯火的暗香，转告你死心的真相。爱的人啊，请不要悲伤，露出笑容为我装胆量。朝着仇恨路过的方向，悄悄的天快蒙蒙亮。你的脸上阳光就要唤醒。